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下载 Flash Player。 Flash Player 的下载网址可以到这部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我们进到下载网页，将可选优惠取消打勾。有时候可选优惠会出现免费版防毒软体，建议是不安装，因为怕跟已经安装好的防毒软体起冲突。接下来选择立刻安装，选择储存，选择执行，这边有三个选项，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自行选择。我选择通知我安装更新，选择下一步，选择完成，这样子 Flash Player 就安装完成了。建议安装完之后，最好把浏览器关掉，再重新开启使用。谢谢。